200块，一只猪脚外面切一只都不止200块。伊要打底，要无你去问看卖，一只爱200块，你去问看下。该落好啊，皮袂断，肉袂硬，也袂柴，哎，也袂伤咸，也袂伤甜，哎，食了佫袂臭起来，佫袂漏屎，对哦。这物件200块，200无人爱。200，一部200块，谁要吃的？200块，来个可以啊，你一记一记啊，菜，一记一记啊，菜啊，菜呢，徛的啦，你哪菜徛的？徛唔叫咸，你哪菜你唔叫咸？来，什么银花螺啦？不要啦！我靠！银花螺要吃买啊，买500块，一买二，两买二，三买500啦，你要买几多？我四买500咧。我卖了，这边大家咯，猪脚好吃，对不对？猪脚银花螺，哎，银花螺落去内底上贵啊，去几啊五斤条的啦。你先去问看卖，刚即尾抬起，我来讲啊，超过2000条啊。即尾抬起若分200块，这天有几多银花啦？超过2尾、3尾啦，4尾而已，这5尾、500什么的，即尾就100块尔。何解？银花螺，我讲哎，落去卖要收你，要收什么？红大公先生。哎，不，你要做鸡料料，来，今年什么钱？来，我500什么？500个门票，500块，500300300啦，300300300有无？300块，来，这边后边，你搁等下，300块，你袂记得啊？300块，来300好来。来，这种能发现到你，先给他，我再拿一只给你来。来，等你。我。哎 ，OK 哦。OK 啊。OK， 一只买1000块来。一只买1000来。来，做你卡车，你去学啊，上单货面多。哎。呀，这种物件了，卖不了物件，你去我倒落，等下面我收起来。你还提老？卖 ，OK 要吃啥啦？水果水你来看了啦，啊，这基本问题。哦，水果吧，从二锅椒卖臭头，爱食啥个问题？爱食乌鸡啥？一尾抬起要开二啊五，两尾开500，三尾四尾开你1000块啦。爱食尾1000块，乌鸡汤用烘的，用煎的，煮汤拢好食。食尾五尾1000，六尾1000啊，七只后日1000块，我食食八只1000块了，1000块。一千个乌鸡啥物食1000块？无人爱哦。来啦，我招一人去啦，啊，就九尾又来啦，十尾又来1000块啦。十尾1500。1000块。1000。十买1000块，十只1000块。你看，阿爹啦，好朋友，又是你了，哎，又送你，无聊只不过听，来，一只乌鸡全部100块，一尾、两尾、三尾、四尾、五尾、六尾来、七尾来，八只又来，九尾又来，同款只十尾又来。过来，要买1000的无？买过来1000。现在一只 OK， 这样大小的 OK， 大只的 OK， 至少200块哦。我让敢买啊！180，这个一只要180。我让买哦，一只要180。我买就是说了，出500块，你去外面查一下。我们加500，这么大小的，我加180啦，180。来，加一节啦。OK， 我加500块，你敢唔敢加？我无大啦，500啦。哎呀，清茶无去吹啦，来啦，哎，500块先来，500块，500块，500，不500 OK， 什么叫 OK？OK 500块过两百无？500，来，Go， 赞，赞呀，金龙三四五六七，喂，到，查埔，查一，来，查二位。12000，过来要1000吧，过来要1000的，过来。
我一只无卖啊。是二十啊，三百。太可怕了。啊，无啊，无啊，你讲就咋讲就好，啊，讲金卖卖就好啦。那边有一个漂亮，这个啊，那个女生，那个女生。大哥，这个节目啊，这个这位啊，第二个。什么感觉？就会在那边的洋装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以前对洋装没感觉，不知道从什么开始，我对洋装就觉得有一个致命的吸引力。这不白了吗？好啦，你拜，该吃要做什么？该吃，这呢？真的，你竟然跟我开玩笑哦！哦吼吼吼！天气等下变矮，我已经开始天气到这边。快到，快到！不要说不用紧身的。洋装不用紧身，家人捡，来一百块来，给你来，一百块丢来。洋装薄一点要飘逸。阿妹妹丢来，一百块来，一百来。我很久没看过美女，很常常看美女，好不好？但是我觉得要符合我的审美观的，不是辣，不是漂亮就好。来，阿妹妹，我喜欢的是那种。不知道怎么讲，可能不够了。哎，七十得了。哎，供完了哇，供完了三个五百。没有。佳慧，拜拜，佳慧，拜拜。哦。不少个啊，还多来买买啊。够不啦？对不？加十块钱。多税真。哈哈。我先卖300块。哎不？哎。九在哪里啊？九在哪里啊？六八片，十片。我先卖百多少？一百吧。两百倍。我先卖300。我来买啊，百多少？你广告先不接？中午好，凤凰哥喂，一百。老板笑得很可爱。凤凰哥先不接？他快气死了啦！他快气死了啦！他快气死了，你还说他很可爱？现在送完了。八十八七盒三百块。无人爱，哎，贵了300啦，一口爆米啊！这到底了几年？三百都贵了，一、二、三，贵了，够了。来了，三百够来了，够我来。太平，变苗去啊啦！没变，没出名啊！贵了，够了，300块丢了。没变，没出名啊！是啊，那个贵了，够了。来，这一来哦，不要够了。
郑川，你在哪里？郑川，你留很多东西耶。郑川，郑川，来个先辈来。好啊。OK， 你在岛礁站加油。OK， 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阿松在新竹，阿松在竹东。好，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卖。来。来老弟，你打完位冷霸哦。哎，冷霸，迷你，拜拜。我在这里。好，等。冷霸。几霸了？霸在这里。你被冷霸啦？你被冷霸。哎。给暴弟来。来。来，给暴弟来。来，暴弟来啊！你敢买冷霸？啊呵，你敢买冷霸？还惊死。这么简单摆嘞！哈哈哈！先过门来摆啦！来来来，来来，弄来弄来，上啊！来来来，哈哈哈！好啦，太好看了，过门摆了啦！来来来，过门摆了。多少？200块。来，掉下去的自己捡啦！能摆了，这样啦。主动会断讯哦，是吗？掉在桌上都我的，掉在地上都你们的。哎呀，能吧？我好，你敢跟我自己捡啊？你不要听。你等下回去会被说你这是动什么东西？不会啊。哎，能吧？来，算了。你也找你的。笑死蛮掉啊！我了，啊，谢谢。这样也能清空，也是厉害的。包吃完，谁要吃？一包400块，我们再回去玩不？一包400。哎，蔡老贵先回味啦。蔡老贵啊，蔡老贵来啊！我。蔡老贵来啊！是蔡老贵啊。这边你包不包？包我呀，你收了我了。包我，包我。包一包。哇！这开开场的拢打死，两个乌了，开场的太够乌了，再来我唔知啊。哎，多少钱啊？多少嘛？来，多嘞！我，到我到，来边走边走啊！喂，今晚想要吃？两百无？包嘞，这一包。包嘞，要买两百无？我吃完啦，吃无飞机嘛免钱啦，吃无飞机嘛免钱，一包400块。5斤重，5斤重，自己捡的啊！先生，各位，报案到700个赞，剩33个报案。过来，莫回去玩哦，小怪。对啊，三个。你扛背先摆，上背了你摆不？阿伯，有他加油站，他加油站，他都快到了。我知道有一个白大队啊。来，过来卖不？五包一条，先卖400个不？有人要买200无？200块一半，200块一半咯。飞机完。能走哦，走你会哦。走，等你看重播在考哦，再讲。200无？飞机完啊，200块，我吃完200。再过来200，先卖飞机完。我吃完200，这边过来。郑春在加油，郑春在加油，郑春在加油，他快来了。还有200来，阿婆真顶啦，无错啊，200，是恁爸讲的啦，阿婆真顶啦，200个箱，你来无？好无？你寄完嘞，过来200个。一盒1.5斤，两盒500块，要的啊，要来化纤啦，阿爸系啦，系啦，两盒500，要来化纤，甲包一条啦。哎，没有一盒就两盒。两盒呀，一盒没关系的，250啦，要来甲包一啦。哎，完了无啊？回去完来，200先卖，200块来，200块搁先卖回去完嘞。我春节了无啊？200，
个人要吃的嘛，飞机员，200块。无啊吼。啊，讲完，讲完一包一包，个人爱无？讲完啊。好啊好，这边来，这边我啦。不要紧，来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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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你们两个合二为一，起边，去过边，起，一人过一边啦，啊，多一人。这边我到波兰处理了。起起起，这两个人，这两个人，来一台鲍鱼扛过来，来，来。快走，快走。快吃了，鲍鱼哦，鲍鱼哦。来。免啊，免落啊！免落啊，送什么落啊？五公里落啊！系啊，免落啊！来来来，落啊！哎，不系计钱啊，手也钱都好嘅。咩啊？手也。啊，六三咧。咩啊？手也。六三诶。手也钱啊！靠呀！手也钱啊！好大麦兽啊！快啦，快钱以后大麦兽。靠咧，你六三诶。给我一盒。倒给我。来来来。美玲，我看一下美玲的肉鱼头刀跟虾米在后面，在后面都在后面。你跟他讲一下，那个肉鱼头刀跟虾米。头刀。头刀是多少钱？头刀他的是200的。300没关系啊。没有，300是别人的。肉鱼有留吗？八七那够老。我老结婚。还有八七那够老。我有留，如果没有拿到的话，就是被人家拿走了。上过年了，我买皮鞋，你要不？你要不？八。我讲来，你不之前目前是啊，免啦。要买一盒，要买五盒。没有嘞，没有肉鱼嘞。阿布，那就是没有啦。我有留啊，300块，我留一份啊。好吧，阿布，走。来看你们呐。是哦。对呀。东西真的不行哦，我们要撤了。对呀，对，我知道你要撤。阿布，你看哪这里啊？今天越来越大，你都被网购。谢谢啊，都骗掉。阿布，太恐怖啊！有他快进来了，加油站的，他在加油，等下过来。真的。东西都够饱。啊，现在那边的，那边花枝丸200块，逛完100块。假日今天刚好怎么样？这不，就到了。这样方便吗？逛完这个那边的全部山区那个跟那个水果摊，把枝丸相上，很好去公园。对啊，那个一百，几块多半，几块多半。在东西那边也是。嘿，我吃完，我吃完，我补气两杯。太冷，太冷，那么差。对啊，东西。冷吧？不习惯。哎呀，冬天他这么傲干。这最后一盘。来啊，弄不是东北调。要啊，要啊。要吗？好，你要吗？哎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请问一下，那个花枝丸是哪产地？是哪里的？花枝丸产地是哪里的？花枝丸啊。花枝丸到在这呀。花枝丸台湾做的啦，可是吃得到花枝肉，不会输给我的。北叔朋友的啦，郑主任，等一下，你要直接来拿，他在等他等一下。黄文寄过来，快干净啊！黄文寄过来要工钱，他比较贵啊。黄文寄过来一杯一样的啊，一杯够吗？够。
从家有人，无人爱哦。皮卡200块而已啊，飞机的啊，跟这个长得一样，用吹吹的啊，上方便的吹吹的。猪脚200啊？对，200，一只200。拜拜。我这边等等车，等你一下。保鲜好食，但是你讲下脚铺顺滑的啊。好食。最好食大只的。最后一个，看你要不要。最后一个好食。你要吗？剩最后几片。对啊，200而已啊。好了，过年那时候卖350，2/3 or 1/1的。好，那你这200这钱我给你的啦。对，这200而已的两。哎嘿，再这个。200，这个再200给你。送送。没关系，我等他来。他说他还在回应啊，他这个上次那个完全没回应啊，这个还有回应。今天只有你自己来啊。今天只有你自己来。我是在干啥？哦，你老婆没来。这个也没哦。你老婆都会说，我跟她讲，她说被盖水，我说没有啦，现在很少来啊。这个别人买的呀。对，礼拜日几点开始在乌日喊？是5:50开始喊。5:50开始喊。包起来都是人家的。啊，就当大马车，当大马车。跟上我，这么多人，根本就不让红灯不去买啊！你可以站我后面，你可以站我后面说，我是阿布啊，你可以拍我肩膀说，我要那个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我就会帮你买，我就会帮你买。你只要说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我就帮你买。不要把阿布晃点就好了。对呀、啊，像上次包那个晃点，我真的很伤心。第一次看到啊、喔，你们在这里卖寡妇啊？十几担啊？十几担啊？青蛙啦，青蛙，变两米啊！这是老大啦，啊，即马差不多三年前娃娃伊来啦，娃伊囝来。那个是台，啊，后来这个台路很特价的啦。无，这无台啊。无台，他无伊这边也是食，边也是食。我无台啊，你家己台了。你要家己台，你来台啊。好，我收播啦。那个郑尊等你来哈、喔，郑尊等你来哦、喔。我看一下，郑尊应该知道在哪里哦、喔，在那个乌鲁火车站前面呢、喔，乌鲁火车站前面，后面有一个老朋友来了，谢谢那个老朋友，那个老朋友来了以后，他直接买了2000的。直接买了2000的红给从那边从那一波带的，还是要谢谢那个老朋友。好，我们是倒数计时啊，五、收播啦，郑春赶快来喽，等你哦，4 3 2 1，拜拜，收播，郑春吗？郑春到了，来。这都是你的，都是我们的。啊，都是你的，到了，郑村到了，好，郑村到了。这就是郑村。全部都是吗？全部都是。拜拜。全部都是啊、哦。哎，请坐。还有 Piu。我看一下有没有人忘记拿的。白带鱼。OK。